登嘉楼沟渠女尸案有进展，警方调查显示，死者先是被生意伙伴开车撞进沟渠，随后又被捅15刀，命丧黄泉。柔佛三名男子上个月在住宅区用扩音器喧哗讨债，结果遭到警方逮捕。详细内容请锁定稍后8点钟，由我陈丽婷和我叶建峰为您带来的八度空间华语新闻。